早安，你好，早安，baby。很久不见，你最近怎么样？我今天很忙，忙着结识孩子工作，你呢？我现在不忙，但是下个月有该什么？那你看起来，那你现在工有空吗？可以一起喝咖啡吗？ 可以，我们就刚刚喝咖啡吧。好的，走吧。